阿忠哥，我听你的是咬字，对你的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从主歌听到副歌，有些你的咬字，我注意你的口型是，你只有大概打开这么大，对，所以下次你可以把嘴型放开一点点，因为阿忠哥你的声音比较接近鼻音的部分，所以你往嘴型往下的时候更开的时候，你声音会不会那么都梗在这边？对，这稍微是可以下次注意一下。喂，忠哥，你今天怎么紧张到那个全身僵硬？八成的声音全部在鼻腔共鸣。哎，那阿内，还歌词唱错好几个地方。啊，哎阿内，哎你导师在这边啊？啊，真的吗？你下次你唱歌的时候，你告诉我屁股翻过去啊。没有，你平常不是这样唱嘞？知道。你今天是压到整个鼻腔嘞。对，我是觉得今天虽然没给你很高的分数哈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声音不是你的，你平常不是这样唱的，所以我觉得你要稍微面对我，面对老师或面对大家的时候，给大家再放轻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加油加油！于大哥哈，你没有错，你一开始的时候声音就整个包住了哈，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后来有唱出来，有些部分我觉得跟你。前两集比如说你那个嘶喊声那一个部分的表现是有很大的进步，在那一个部分是有很大的进步啊。那有些地方你真的你那个老习惯还是没有改，太软啊，有些地方还是要硬起来啊，肢体方面再活一点啊。那其他哥跟赵吉老师一样的那个鼻腔的部分啊，因为有点 over 这样，嘴型不够开啊。